成为中国的活动一份子。这个活动对我人生非常有意义，因为我们将继续为消费者社区服务。我们希望通过这和中国大的合作，能进一步提高人们的自我保健意识，以保存一个安全和健康的社区。今天呢，爱陈慧田就要跟着 John Ronda 还有 Redoxon 一起去社区派发 Redoxon Care Package 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提高对自我的健康意识，还有就是保持身体健康。 Let's go。Agar mengamalkan penjagaan diri untuk kesihatan yang baik.